我欲将我手中的刀剑挥向牢笼外的行刑者。我倡议，愿与诸位先有义气，共同守护北渊。四海八荒皆是本宫的臣民，本宫定要让你们付出万般惨痛的代价。大战一触即发。 现在我身上肩负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爱恨情仇，还有更多人的性命。去吧，给本宫踏平这片地方。顺德要来，便让他来，北渊不会怕，更不会亡在他手上。如果用我一个人的性命换北渊的安宁，值了。 到了如此关键的时刻，我怎能放苍生不顾？屈服跟希望，你们选哪一个？御林氏之魂，永远都是自由的。 今日我就让你们看看，何为北渊不惧战！你欠世人的累累仇怨，今日必须偿还。 立 TV 历史线上影视。